西城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，可以帮你的。我不需要别人帮。可我不是别人啊。这些照片，就是你呕吐癖的原因，是吗？照片里的那个男孩。 是你的哥哥，对吗？这和你没关系，把东西放回去。顾西城，你不要再退回去了。既然我已经看到了，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？我们不是说好要彼此照顾的吗？我可以帮你的呀。我不需要。这些事情已经扛在我背上整整20年了。 我宁愿每天受尽他们的煎熬，我不希望任何人跑过来跟我说：“你把伤口揭开吧，我可以替你承担。”我不需要，我自己可以，完全不需要别人帮我。我说，如果你真的可以一个人承担，那家里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。顾西城，呕吐癖已经成为你生理的巨大负担，你再背下去你会垮掉的。那就让它垮掉，死了就好了。